现在找到红蝶了，我们来，我将它来这里。好，不要动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是红蝶。那一般我们这样面对红蝶的时候，这样翻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？通常都是慢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慢翻？有没有慢翻？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快，就是你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你是用跑步在走，它还可是它还是一样给你用慢翻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子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样子，就是你要翻窗前这样点一下回头键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样子，就是你就鬼畜边鬼畜回头这样子，一般来说都是这样，你边看着他边回头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是慢翻，有没有？就算你现在是跑步嘛，这样还是慢翻，没有慢翻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就来，先不要这样鬼畜回头，有没有？先鬼畜回头，然后再翻这样子。就可以倒着快翻了，这样子。